好可爱哦。你喜欢哦？嗯，喜欢。那就送你啊，我包好拿去公司给你。你要送我？为什么？你对我这么好，我都还没有好好谢谢你。其实之前我工作都没有这么积极，但是这次和阿姨一起，才发现原来我想好好做好一件事的话，我还是办得到的。所以这个你就收下吧。但是这是你存了好久。嗯，没关系啊，阿姨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你就当成是一个儿子送给母亲的礼物，回应母亲的温柔。其实里面也没有太多钱啊，你不要负担，就当成是我的心意。谢谢你让我感受到这份温柔。那我可以抱抱你吗？好啊。谢谢你代替我儿子让我抱抱，感觉没有遗憾了。阿姨，你太夸张了啊。谁传讯息给你啊？笑那么开心。女人。女人？是奶奶。她知道我们今天要下厨，特地来叮咛我，叫我不要把厨房给烧了。奶奶跟关妹妹真的很贴心，还刻意避开，让你跟恒达有多一点时间和妈妈相处。你也很贴心啊，谢谢你今天过来陪我。谢什么啊？假日本来就是要陪家人啊，而且。我可是未来的官家媳妇哎，那我妈还真有口福，可以吃到未来媳妇做的菜。嗯，好吃。我已经看到你未来的样子了，已经被晋升为成肥猪。有一种肥，叫做幸福肥，是你这种单身狗不懂的。我不怕胖，我只怕胖了你不爱我。干嘛啦，晋城啊，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的厨艺这么好啊。没有啦，这些就只是一些简单的家常菜而已。来，我帮你夹得到鲜虾粉丝煲，是恒伟做的哦，他记得你最爱吃这道，所以上网看了影片学的。哥，你怎么知道孙阿姨喜欢吃什么？